28届金曲奖流行音乐类入围名单在5月16日下午公布。本届特别贡献奖分别颁发给已故创作歌手张雨生以及台湾资深歌后纪露霞。这次争夺金曲歌王多达7位候选人，包括周杰伦、方大同、郭顶、卢广仲、林宥嘉、黄明志、大芝，而准歌后则有6位，包括艾怡良、佳佳、魏如萱、卢凯彤、杨乃文、葛仲山，并且在年度歌曲奖，周董与五月天正面 PK。为此，粉丝们纷纷围观留言的"沃伦棒棒的"，鼓掌，五迷打卡第一。